Baihetan 水电站左右两岸的地下厂房，单个长438米，宽34米，相当于35个标准篮球场，厂房跨度居世界首位。左右岸共布置130余条隧洞，是工区隧洞，总长度达217公里。白鹤滩水电站地下洞室群开挖量达2500万立方米。